好球，转身漂。他打到现在为止，他建立的那种心理优势，虽然比分差距的明显。嗯，徐忠豪喜欢你打低位啊，内蒙。哎呦，这一下，许明辉抢断，前场一打一，转身。孙明辉中，进篮板，进了篮板球抢下之后，又是孙明辉，好球！包括对抗，关键身体感觉是没有适应过来，是什么？就是正常。回杀一回满枪，这下拼的也真够凶的，多少个前？先去打挡拆，在后边，在里边等孙明辉。明辉，两人加好球，孙明辉。快手抢断，直接从手里给刀下来，转身飘。雷姆斯真是没怎么动，孙明辉好容易偷一个。在进攻篮板上面，两队已经差了15个了。嗯，中距离好，和那个陈林坚接着受益。那陈林坚上，陈林坚上15号上。空时间，示意让红星球拉开，小打大，好球。孙明辉，哎呦，这球还挺危险的。啊，应该是刚才没仔细看，应该是出现在。现在是有3-5个人收回来。对，你看又。哎呦，看看赵岩浩外线。一看啊，对方的劳森没追回来，也是尽力的加速。好球，找到赵岩浩外线空位。明辉继续跟胡金秋打挡拆，再甩出来超远三分，赵岩浩来一颗，是两次投篮不中。哇，反击速很快，好球！比赛可能都捞不着几分钟上场机会的这个队员要打，哇，4秒的时间，好球！再连续的上了挡拆，明辉啊，发下飘，为什么没打呢？胡金秋，孙明辉上场比赛命中了4记3分，哎呦，哇，好球！传出来，白昊天。连续的突分，哦，回手套，回手套被掏掉，孙明辉，4-2，看怎么处理。升空击击，可能进可能不进，最明显是上篮那一下，嗯，就他其实开场就是失误多，嗯，再突分，小天翼半手一连防，但是与外线，孙明辉能否防一个？哎呦，又得了篮板，但是这一次转移球啊，还是给年轻复出了。还是在等小天翼，金，在广厦这边主要是这个命中率不高。